이거가 크구나. 电视机，大哥，电视机，录像机，还有这个。 Hi, you guys. This is my room. Watch it. 好了，关掉。那个窗帘的颜色你照得出来吗？窗帘的颜色。OK. 大陆的华裔是什么？储藏室。储藏室，你看，全部是大哥的宝贝来的。来，大哥，子孙满堂，子孙满堂。 全部大哥的宝贝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全部是，还有这边来的大哥，哎，这边也是你的，来，这个是女儿，还有儿子了啊，儿子是电视机，一个一个很多的，好，到了就是储藏室，还有你的主人房，哎呦，小心小心。 这是大哥的主人房，他的床还没买呢，这是名画来的。名画。来，大哥，你的儿子呢？ 全部是带来的，本来上面三房子还有一个。 你的儿子呢？这个不要看了，全部是他的带。那边的厕所。来，下面深色，上面浅色，还有花纹的开。这是新加坡最流行的装饰。他喜欢这个最流行的装饰。 OK。 新加坡现在最流行的装饰，OK。这是上面还要用花纹点缀，我觉得太过复杂。然后我自己跟你设计的咯，我们的一个就更小心一个，我们的小青这个就比较好了。这个还新的，包装还没拆的，因为再看啊，这样子的。 这个是大哥的主人房。The shelling started again hours after a deadline for civilians to escape to declare a state of war, a move that would give it more power in its fight against militants. The two-thirds majority is needed to declare the state of war. 这个是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是一扇门来的。答案来了，这个是厨房。 这个就是说比较好啦，不必有很多麻烦事啦。这个买了呢是给学生喝的，这个杯也是给他们不用一打破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要给他们看，这样这个电烧锅就是说很忙的时候你放在那边一插，你可以做事。 它不会喷出来，连白馍煮粥都可以，有三个调剂的，三个调剂的，不懂你们喜欢吗？我介绍给姐姐他们啦，如果他们要我就给他们带啦。还有这个锅我也是觉得很好的，因为这个锅不粘底，好像比较少的人可煮，很好的又不会粘底，这个锅很我觉得很喜欢。如果煮的时候啊会喷出来的话啊，可以用这个。 炸鱼的时候呢，可以这样。
就不会弄得厨房脏脏。这个锅如果姐姐他们喜欢，我可以跟他买，因为我买了以后他们不喜欢带过去，太过麻烦了。啊，然后这个是我小型的冲凉房，是这样的，我是全部喜欢浅色的，然后用这个花纹点缀，这个花纹点缀。来，大哥跟我们在电话也是装电话，他就是喜欢电话，每一个地方都有电话。哎呦，我们家里有几个电话数不清了，这9个还是10个啊？9个还是10个？你来这边有一个，这边又有了。哎，大哥，这个很好看，你照给他们看，这个很美的，这个很美。那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电话，全部是电话。每个都是变化。这个嘛，我们平时呢不在餐厅吃饭，在这边吃。有客人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外面吃。煮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这边关上，不会油油。改吃中国的屋子也是，我准备这样装修。啊，我们煮的时候就这边关掉。嗯。烘箱、微波炉、热水器，这样子比较很快了，就是装修。你看 QQ， 哎，你给，这个是我们也是这样的门，这个门多少？100多块了。400多是吗？100多了。哦，这个也是这样的，那么你要去的时候，里面还可以洗。我呢喜欢这样的，我不要下面深的，我喜欢浅色的，用花纹点缀。这样比较好像看上去，比较好像干净啊一样的。可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啊，大哥喜欢他自己的冲凉房了。对对。他一个小的了，哎，晚上我们就这样，长明灯喽。还有开关呐、啊，小小的。那这边下面也有的，那这是下面也是这种小小的。嗯。还可以开，来关。嗯。好。嗯。对了。OK。这是，来一下。平时呢，我也是没有空。很少坐在这个位上看电视，整天忙。这次回家就是要，第一养身体，第二点看牙齿，牙齿也不是很好。在家里可以享受一个多月，没有压力了。啊，我这天这边整天忙，忙得我真的很累啊。想，20号要回了，真的很开心啊。啊，就是两条线的，那边一个是他的啊，这边一个是我的，两条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条。5883。我用我的打去他的那边就响了，我们是两条线，这个是我的，那个是他的，所以一个房里要装很多电话。啊，不是的，我。